我们今天继续来吃这个枪虾，生呛大虾。 吃虾一直吃虾脑，到我这里就没有说什么啊有毒啊，不能吃呀，在我这儿都能吃，超级大个，真的特别大，每一个都这么大。 这块三文鱼太棒了，嗯，一点都不腻，嗯，太香了。 我的小甜瓜，太好看了，我都不舍得吃。<笑> 这个是可以食用的菊花。 没有黄菊苦，这个不苦，这一大块吃饱了。 黑虎虾，开背了。啊！
虾膏。松呛皮皮虾，接头就是它的小爪。